提摩太后书第四章。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、各样的教训、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。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你要赶紧地到我这里来，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，格勒士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塔马太去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。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。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，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，那些书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，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，你也要防备他，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。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竟都离弃我，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。我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。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。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问百基拉、雅居拉和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安。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，特罗菲摩病了，我就留他在米利都。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。有有布罗、布田、利奴、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